锁定华视夜间新闻，我是卢怡景。新闻开始，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南下237公里的地方，晚上发生了车祸，有一辆两部的自小客车追撞，一共有4个人受伤，车辆侧翻，车壳严重毁损，现场是一片狼藉，其中2男1女当场失去了呼吸心跳，另外有一个人伤势比较轻微，右锁骨骨折，已经送到了医院来治疗。而至于车祸的详细原因，还有待警方调查厘清。Hello， 我是怡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